好，跟委员会报告，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2:22至21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坤玉等18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5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依民进党党团中委员孔兆提议通过，并增列国民党党团提案3案，共计9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1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4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者12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就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哦。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也就不再接受登记，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7日星期五31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钟孔兆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委员郑宝清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四、委员蔡培慧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至此，委员邱志伟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七、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八、所得税法，委员邱志伟来函撤回予以删除。九、至此，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一至一二，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著作权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三、委员林黛桦等拟具《工厂管理辅导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林维洲等拟具《自愿士兵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一五至一六、委员余婉如等拟具《入出国及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罗明才等拟《废止工厂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八、委员苏正清等拟具《农业基本法》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九、委员徐永明等拟具《消费者保护法》。二零、委员陈怡姐等拟具《就业保险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一、委员洪忠义等拟具《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二二、委员江永昌等拟具《都市计划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三、委员顾立雄等拟具《法官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四、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曾明忠等拟具《洗钱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六至二七、委员许淑华等拟具《洗钱防治法》，《中华民国刑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八、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国家语言平等发展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二九、委员江启臣等拟具《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施行法》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零、委员黄伟哲等拟具《记账事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一、委员杨振武等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二、委员陈赖树美等拟具《老年农民津贴福利津贴暂行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内政三委员会审查。三三、委员苏巧慧等拟具《监狱行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四至一零二、教育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国防部卫生福利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内政部、文化部、经济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外交部、司法院、蒙藏委员会、交通部、财政部、行政院主计总处、劳动部、科技部、教育部、客家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行政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零三、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
104-110 教育及文化内政等委员会函为预算于年度执行期间决算于决算法锁定期间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等提报院会请查造案。111-112内政委员会函为请愿案不成为议案案。113-121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造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二委员蔡依宇等拟具赦免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三国民党党团拟具二次精改真相调查与处理特别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4-6委员蒋乃馨等拟具就业保险法二案、性别工作平等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7-9委员柯志恩等拟具家庭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0委员赖世葆等拟具基本工资条例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员咨询部分。5月31日，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并被咨询，宣读完毕。好，跟委员会报告，本次议程草案报告事项第八案，因为提案委员来函撤回，我们做以下决定，同意撤回。好，哎呀，没有人登记嘛，哈。好，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并被质询了，因为没有委员。这个登记发言我们就通过。好，我们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5月27日讨论事项，第一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二案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第3-4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五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六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七案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至9条文草案。第八案，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新政府应积极规划提出促进经济成长政策方案，以不负选民所托，请公决案。第九案，本案交付委员会审查，予以删除。第十案，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严厉谴责蔡总统的临权内阁对女性参政权益之漠视，应全面检讨限制女性政治及参与之法令限制，积极回应两性平权之诉求，并对女性阁员人数创新低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请公决案。议事处增列第十一案卫星广播电视法第64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二案通讯传播基本法第1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三案刑事诉讼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四案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1条及第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五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十六案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现在有两位登记发言，我们请这个针对讨论事项啊。登记发言，第一位吴玉琴委员，时间2分钟。主席，在这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我们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5次会议讨论事项，建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哈，请议事处来代为宣读，谢谢。好，针对吴玉琴委员代表民进党党团所提的提案，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并案讨论，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陈廷飞等委民进党党团及委员林俊炫等分别拟具地方制度法条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黄伟哲等、本院委员赖瑞荣等、本院委员赵天麟等、本院委员陈明文等分别拟具地方制度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共5案。第二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至9条文草案。第三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林维洲及委员辜立雄等分别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辜立雄等
及委员曾明忠等分别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及《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等条文修正草案。第五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顾立雄等拟具《法院组织法》增订第十四条之一条文草案。第六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拟具《贪污治罪条例》第十条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七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二十二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第三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八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二十一人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九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民进党党团委员林应元等、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委员李俊毅等、委员赖瑞荣等及委员赵天麟等分别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等案。第十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及委员徐国勇等分别拟具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一案，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刘兆豪等拟具《通讯传播基本法》第一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二案，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陈罗伯等拟具《卫星广播电视法》第六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三案，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民进党党团委员刘世芳等、委员王定宇等及委员郑玉鹏等分别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等条文修正草案。第十四案，本院教育局文化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本院委员陈学圣等、委员管碧玲等、委员何新存等、委员黄国书等、委员郑天才等、委员何新存等、委员郑丽君等、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委员蒋乃馨等、委员苏志芬等、委员郑丽君等、委员黄国书等及委员李俊毅等分别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五案，并案讨论，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共五案，宣读完毕。好，我们接下来请第二位登记发言的李彦秀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我们与会同仁，本院国民党团有鉴于自国道通车以来，欲连续假期实施夜间暂停收费，以疏解白天车潮，已成为用路人开车习惯。电子收费ETC 一百零三年开始实施，欲连续假期除了采单一费率，亦同样采取夜间暂时收费。在当前景气低迷之际，为民众的小确幸。然新任交通部部长贺陈旦突然宣布端午连假取消夜间免收费，仅以夜间车祸增加理由，未见提出充分的数据足以说服民意机关及社会大众，显见这个整个决策仓促草率，却未能思索如何加强取缔超速，以及如何加强宣导驾驶人不疲劳驾驶，甚至整个夜间的驾车安全、行驶的安全如何加强，都没有提出相关的措施，亦未考量为部分民众节省荷包的负担。取消连续国道的夜间收费，将造成夜间车流回到白天，白天恐怕塞车会更严重，且白天车流量增加，反而有可能增加车祸的肇事率。交通部应该审慎评估，基于苦民所苦，为民众看紧荷包，要求交通部今年端午连续假国道不得取消夜间免收费的措施，不能拿民众这个行驶国道上连续假期当成白老鼠来做实验。整个政策我们都认为应该有更完整的配套措施，未来连续假期夜间收费是不是应该实施，我们建议这个案子把它列为讨论事项，并列为第一优先的讨论事项来去做讨论，并且因为端午的连续假期已经马上就快要到了，这是民众所关心的议题，我们建议程序委员会列为第一优先的讨论案来去做处理，疏解车流，维护民众的相关福祉。以上。好，谢谢。好，我们这个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哦，我们先处理吴玉琴委员的提议，请问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那我们通过了这个吴玉琴委员的这个提案之后，我们处理李彦秀委员的提案，因为我们已经通过这个吴玉琴委员的提案了，把这个
第一到第十五案已经排定，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把李彦秀委员的提案列为第十六案，请问有没有异议？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通过。好，我们把这个本次会议讨论事项一吴育勤委员的提案还有增列国民党党团提议一案修正通过。好，要麻烦一下，我们请会务人。好，我们现在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六案。二一请愿案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体诉讼或诉愿之事项者有十一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全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29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好，没有临时动议，谢谢各位，散会。